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Tom， 我是 Jerry， 我们是 Tom and Jerry。我们今天要去露营，露营，可是我们又没有配备，我们要怎么露营？拜托，现在什么世代啦，还需要准备什么配备？你这是都带你去见见世面。今天汤姆兄就要带着杰利叔去离全台北最近、最方便、最趣有的一个世外桃源——蓝雀飞飞。那我们就赶快出发吧 ，Go！我们已经抵达去了蓝雀飞飞了。进来之后，这边的工作人员非常的贴心跟亲切，他们会跟你解说入住前的须知还有规则，让你知道提早抵达可以来到现在这个地方。这里真的非常有露营的感觉，我觉得他们营造的气氛很舒服，很棒，真的很趣哦。这名字取得真好，他这里提供的设备，这个椅子还有这个木桌，超级有露营的感觉，他用的非常的漂亮。这边就是可以享用森林下午茶，像我们今天提供的就是蓝莓乳酪蛋糕，看起来超好吃的，这是我们的最爱。而且我觉得它整个质感呈现的非常好，虽然是让你体验露营，但是它用的餐具跟摆放的器材都相当的有分量，高规格的耶。看一下这个汤匙，很可爱耶。而且它的饮料是无限畅饮，像今天提供的就是黑咖啡、无糖的绿茶跟红茶，让你喝到饱。它还提供了一个非常精美的信封袋，很美耶。它里面就是有入住的须知、早餐券跟晚餐券。一般我们在外面住宿的早餐券或晚餐券都是一张很简朴的小纸，有的甚或是只是影印 copy 出来。对啊，但它这个很用心，它的质感是相当好 的，所以你打开信封会觉得蛮惊喜的。入住须知的部分，我觉得有一个比较重点的要跟大家提醒一下，就是它入住的时间为下午4点，退房是隔天的中午11点前，在晚上的10点到早上的8点半这段时间是没有工作人员的，所以如果有需要工作人员协助的地方，必须在晚上10点之前拨打他们的联系电话，就会有工作人员来协助你哦。那你联系电话念给大家听吗？空八空空空空零空空空，这不是以前那个什么电视卖药的广告吗？年纪就跑出来了。但我们看起来是很 young 的 ，Of course。在4点之前，很建议大家可以来这边好好的放松，感受一下这种很 chill 的感觉，真的很 chill 哎、欸。躺在这个露营椅，很放松，很舒服。而且今天下雨天，这里就是有另外一种风味，看出去会有点雾蒙蒙的，很像来到仙境的感觉。而且我很喜欢上面这个灯，整个气氛很好。下雨就会有一点风，可是我觉得有一点风，有一点雨，整个就是完全的 ASMR 的感觉。露营大家最怕的是什么？就是下雨。我们今天是带大家沉浸式的体验，入住这个懒人露营，不用担心说下雨的时候你还要在营地很狼狈的去搭帐篷，也不用担心说下雨这个水会不会进到你的帐篷里面，一切都可以很放心、很安心的交给这边的工作人员帮我把所有东西都架设好。吃播时间又到了，哎、欸，蓝莓 cheese 真的是你最爱的，我超爱的、啊，我爱吃蓝莓又爱吃 cheese 蛋糕，所以这碗就是二合为一，完全为你而设的。这边的下午茶每天会依照它所提供的蛋糕为主。看他当日供应的蛋糕这样子。我最喜欢吃青乳酪了、嗯、如果搭配蓝莓这种酸酸甜甜的滋味，它整个就是会融合在一起，你就觉得哇，吃起来是非常清爽爽口的味道。而且我刚认真吃，我觉得它的乳酪里面，你不认真吃过吗？我跟你平常吃东西都不认真。它这乳酪里面应该是有加一点点的柠檬去提味，所以你回甘会有一个很清爽、很清香的感觉。是很认真的乳酪蛋糕哦，没有在开玩笑，它真的很好吃。我觉得它这边的交通蛮方便，像我们今天就是要完完整整的体验所谓的懒人露营，所以当然就是要坐大众交通，轻轻松松的上来。为什么我们坐大众运输工具？因为我们就不会开车啊，怎么了吗？我们连一定要开车吗？为什么要开车？我就想给人家载。对啊，自己在那生气。我们是从建潭捷运站坐公车15上来。由于刚刚这个司机他可能本身是有个赛车懵，他开超快，快到我都一度觉得好像要晕车。整个车程大概30分钟，在捐尸瀑布一下车之后，往下走没多久就会看到阳明温泉度假区的招牌，走进去大概2-3分钟就会看到蓝雀飞飞了。像我们这种完全不会开车的人，对我们来说方便到不行，离台北市又近，回家也近。如果你想要
体验懒人露营、完美露营，但是你不会开车的，现在全台北唯一有可以露营的地方就是蓝雀飞飞，又可以来这边享受这么 chill 的场地，又这么棒的服务，这里就是非你莫属啦。在这个休息区的地方有一个儿童游戏区，哎呦，汤姆兄知识100哦，那我们来看他的技术怎么样。哎，刚刚是假动作吗？这不是我预期的结果哎，刚刚是逗观众开心，再一次。坏了，怎么这样子？你把它玩坏了耶。没有啦，它是这样子的，8分就好，我觉得已经表现很棒了。帮我射射看，每次看古装剧，他们射箭都好强，我来实际试试看。这样有没有姿势100？没有。哎，我蛮厉害的耶，在这呢。你可以当弓箭手哎，其实蛮好玩的耶。是不是很好玩？那你要玩扮家家酒吗？这可能跟我年纪有点不太吻合了。这个算是给小朋友玩的，但我觉得大人也会玩得很开心哎。我自己就玩得蛮开心的，就来这边放松一下，我觉得这种感受蛮好的。我们来到今晚要入住的帐篷了，刚发现了一个小道具，我觉得好有露营感，好喜欢。在入口处这边有一张小桌子，晚上的时候好可爱哦，对啊，可以在这边聊聊天。不过大家要记得哦，因为要保持露营帐的卫生，所以在里面是不可以饮食。如果你想要饮食也不用担心，因为在帐篷的门口有一张四人座，我很喜欢它的椅子，非常的露营感。这边这张桌子，那我最先看到这个相当有质感的茶壶，我叫快煮壶，如果来冲手冲咖啡，我觉得超适合。对，如果有带滤挂式咖啡的话，可以自己在那边冲咖啡。对，我觉得他们选品选的蛮好的，整个质感是有的。入住这边还会提供矿泉水，还有金霸杯。再来，我觉得有一个非常贴心的设备，就是这一台，它是冷气加暖气加除湿功能的，这个超厉害的，我觉得很优秀。而且它现在吹出来的风很温暖，很舒服。像今天天气只有13度，入夜之后会更冷，所以大家住这个帐篷也不用担心，因为它里面就有一台冷暖气，夏天可以很凉快，冬天可以很温暖。而且我们刚进来的时候，其实它是除湿加冷气。入住之前，它都会先把帐篷内先做好除湿的动作，我觉得这很贴心呢。所以进来你会觉得这个帐篷很干爽，不会有任何的霉味，是相当舒适的哦。这边要跟大家介绍，它里面还有钢管，所以你可以在里面跳舞。这钢管不是这样用的吧？不是啦，像本人有185公分，它这边的高度真的非常符合我，这有挑高哎，真的是很宽敞。它提供两个大床哎，这个棉被很厉害耶！它这边是提供慕斯的床组，即便你现在不是在五星级饭店，可是你来这边入住，还是有这种五星级的享受哎，多爽啊！那我就为大家来躺一下喽。哇，很好躺哎，软硬适中，刚刚好哎，看起来很舒适哎，很棒哎！我觉得它这里规划真的很好，你只要轻轻松松带你简便的东西来，你就可以开开心心的完全享受在这个帐篷里面，好棒哦！再来，大家关心的充电问题很贴心，他有帮你准备延长线，还是这种有 USB 插头的，所以很方便。这边的收讯还不错，不用害怕收不到讯号，或是说你可能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人家联系，这里的 WiFi 或是你自己的 4G、5G 网络其实都还是很快的。我们这次选择住的是山林帐，它没有独立的卫浴设备，如果在帐篷里面就可以解决完这些东西，就完全没有露营感。我们还是想要体验一下露营的气氛，睡觉在这里睡，盥洗的部分就要到公共的卫浴设备做使用。像它这边有一个简单的衣架组，可以挂你的外套，还有一个镜子。它这边有个盥洗用品栏，有些人会担心早上可能5、6点就会被大自然的声音唤醒，所以它有很贴心的帮你准备耳塞。另外，它有准备牙刷、刮胡刀这一些，它也帮你准备了浴巾。哇，好贴心哦！而且我刚刚看到了一个非常棒的东西，灭火器。也就是说，他们有在照顾到每个人的安全考量，非常的贴心跟细心。我们现在来到了哪里？经验景观餐厅，要来吃晚餐了，没错，好期待哦。据说他们这边的餐是由5星级主厨所提供的哦，看看今天可以吃什么好料吧。首先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下用餐的环境，我觉得他们很棒的是他把整个场地塑造得很露营的感觉。对，使用的桌子真的是露营用的那种蛋卷桌，提供的餐具也都是这种木头制的，而且他们的椅子也是露营的折叠椅。再来是他放餐的
桌面，城市的感觉是很好的，让你觉得走入大自然，都是用绿色系的植物去布置。进来第一排的右边就是热菜，旁边的一个长木桌就是冷菜，冷菜的后面就是甜点，动静很好。刚吃完第一轮之后，我们两个都是觉得很惊艳，很惊艳，我觉得很好吃。这边餐厅的主厨真的很会煮，如果一到一百分，我会给90分。那十分去哪里了？十分就是不要让人家太嚣张。主厨有嚣张吗？我觉得他这边每一道菜，它的味道都拿捏得恰到好处。对啊，而且我觉得他们员工很棒，就是你在夹菜的时候，他们也会跟你聊聊天，跟你推荐说，哎，你有喜欢吃辣吗？我们这边每一道宫保鸡丁还不错，就他们会给你一些建议。我觉得这是对于第一次来这边的旅客，我觉得是相当加分的。宫保鸡丁真的会辣，宫保鸡丁真的是相当的软嫩，好好吃哦。再来是它的菜饭，我觉得也很惊艳。它有放菌菇，你除了吃到菜饭的香味以外，你会吃到它菌菇新鲜的味道。吃他菜饭会口齿留香，这是我很惊讶的部分。而且我们刚刚吃完第一 round 之后，我整个嘴巴没有那种油腻感，它其实所有的味道都很清爽，让你吃完不会觉得很负担，这是我觉得很值得推荐的地方。再来是它这边有提供有一个蛮特别，叫做金山水果茶，它里面有放新鲜的金盏花还有康鲜花，入口的味道真的是很清爽的花香，这个也是他们的员工刚刚推荐的。还有个很特别的菜，它叫好运顶呱呱，它就是南瓜，这个很好吃哎、欸。嗯，我猜它面应该有加蛋黄下去，嗯，有金沙的感觉，就是所谓的咸蛋黄。嗯，整体来说，它提供的餐点规模算是小巧精致，它不会像是你去吃外面的这种顶级的 buffet， 就是选项很多，但是一定可以让你吃饱，而且吃得好不如吃得巧。好啦，那我们就要赶快继续的吃饱饱，然后晚上再去好好享受在帐篷内休息的感觉。吃饱饭了，现在温度又越来越冷了，真的很适合围在火炉旁边。看得到，有啊。我们现在就是要来烤棉花糖，而且很方便，你都不用自己生火，也不用自己备料，这边都帮你准备好好，是不是很 chill？ 真的很 chill。另外呢，因为天气真的太冷了，所以我们点了一壶热红酒，来干杯，松垂，就是敬一下我们长大之后的第一次露营。而且你看，在这边多 chill 哦，觉得现在整个听觉的响应很棒，除了他们本身有放一些背景音乐以外，在这么美好的灯光下，还可以听到牛蛙的声音，听到很滴滴答答的声音。其实真的很舒服，享受大自然带给你的洗礼，你就会觉得内心真的是有得到疗愈跟治愈，真的很舒服的。这真的不是指挥棒，你离火太远哦，真的耶！一直想阻止他，他讲得很投入，然后在那指挥。我相信现在很多人都是在很繁忙的生活当中度过，往往我们都会忽略了，就是要好好的慢活。觉得这次的体验其实真的很棒，离开城市的喧嚣，放下这些三 C 的产品。等一下，你刚说放下什么？三 C 啊。那请问现在在拍摄的是什么？这个是我们为了要拍摄给你们看的道具，如果我们不用这个拍，你们就看不到影片。转得很硬。来这里我就觉得大家不要低头滑手机，应该要好好的跟今天在你旁边跟你一起来录影的人好好的聊聊天，叙叙旧，分享一下彼此的想法啊想法。我觉得这样子反而才会对得起这个录影。洗完澡了，超级舒服的淋浴间，非常的宽敞，它的热水蛮快就会热，就是你在露营的时候可以洗个舒舒服服的热水澡，真的超爽。而且他们的洗发乳跟沐浴乳都很好用，味道蛮香的。洗发乳洗完之后头发并不会那种很涩很大结的感觉，顺，质量沐浴乳非常的香。对啊，这一次来有点小可惜的就是下雨看不到星星，所以我们就自带星星。我看过很多人都会自己带一些很仪式感的小道具，所以我就决定我也要带上来圆一下梦。关灯给大家看，大家想疯了。你看，一闪一闪亮晶晶，帐篷里有小星星。然后其他帐篷说：“这些人到底在干嘛？”
观众也想说莫名其妙。但你看睡觉的时候这样放得多可爱，很疗愈耶。现在外面大概是12度左右，你看我们现在穿短袖，这个室内的暖气我觉得是蛮足够的。它室内温度大概24-25度这样，你有开电暖毯吗？我没有开，我觉得超值得的，因为我现在整个床都是热乎乎吗？热乎乎的，我已经把酒杯桑桑。所以如果真的非常怕冷的朋友也不用担心，因为他们还有准备电热毯，绝对让你可以舒服的睡个好觉。我跟你说真的是很暖。现在时间也晚了，汤姆兄跟杰利叔也决定要来睡觉。对，因为我们明天要早起吃早餐。那就跟大家说个晚安， Good night， 我们明天早上见咯。大家早安，我们现在来到餐厅吃早餐了。早餐选择其实还蛮多样化的，中式西式都有，而且我觉得有照顾到大朋友跟小朋友。像我们刚第一 round 先吃中式的料理，有一些青州小菜，还有像是馒头蒸饺，还有个蒸鱼，很好吃耶。就是这个汤姆兄吃的就是比较中式的料理。第二盘我就选择照顾一下小朋友，就弄了一个快乐儿童餐，照顾一下小朋友，说拍完之后他就会送去旁边，说就说来这小朋友你的，我照顾你。我自己看见小朋友特餐啊，对，有这种营养三明治、薯饼、鸡块、热狗，小朋友看一定会想吃。可是隔壁桌小朋友夹的是米粉，不管啊，我说小朋友爱吃就爱吃。我们还要拿一盘三色水果，饮料选择也蛮多。它除了有可以按的咖啡机以外，也有牛奶、果汁、无糖豆浆，而且它咖啡还蛮香的。哦，它咖啡也是好喝的。整体来说，我觉得他们早餐也算是精致可口啊。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次入住的心得还有感想。来这边你真可以很放心的交给蓝圈飞飞的工作人员，帮你把所有像是住宿相关的东西都安排得妥妥贴贴，你就可以很放心的在这边放松。还要提醒大家，山上的温差比较大，最好还是带一些保暖的衣物，因为山上晚上入夜了真的是蛮冷，真的要再多带一个防风外套或是保暖的外套，因为上面的风比较大，体感温度你就会觉得比较低一点。130我觉得很值得，欢迎大家真的可以来住去儿去儿玩雀飞飞。想要体验这样子大自然的露营，这里就是一个最近最方便的选择哦。今天这一集就到这里咯，如果还有想要看我们开箱哪一个景点，欢迎在下方留言给我们，或是在我们的 Instagram 私讯给我们。喜欢我们的朋友也别忘了按赞订阅加分享哦，开启小铃铛，追踪我们的 Instagram 还有粉专。下周五的同一时间再继续跟我们一起体验后疫情时代世界新姿态，我们下集再见咯，拜拜。欸，我们在录影呢，在唱什么歌啊？你以为是你自己的世界巡回演唱会是不是？大家应该想听吧。你还不懦弱，凭什么我们要错过？我们要错过。还没到那一块。